各位朋友，我是杜森，大家认得杜森了吧？今天是2024年，今天是10月7日。哇，杜兆春师傅，你的徒弟在俄罗斯来，哎，你的徒弟，你讲给大家听。我是徒弟，索洛涅夫。是的，他的太太是你啊。太太。哎，好了，今天来到我们香港，在我们蔡利佛，红星蔡利佛。在我哋杜汉章馆，即系个杜汉章馆，系啦。嗱，今日杜兆春师傅咧，同个徒弟咧，大家咧，师傅咧正式系教徒弟啦。讲一讲咧，唔见咗咁多年，你个徒弟咧睇有嘢需要师傅咧，系指导一下嘅，系啦，好，你问问下佢，佢唔识听。系啦，第一个动作，嗱，系啦。是的，大家说好，哇，你看看，师傅教徒弟，第二招，是的，哎，好，第三招，够了，哎呀，这个徒弟进步了，杜兆春师傅，是不是？好，够了，哎，好，好的，好，真的呢，无可否认，全世界的朋友，我们中华武术啊，发展全世界，而家去到俄罗斯啦。嗱，今日咧